事发现场，错过了才想到回头看，好久不见。生活把锋芒磨成一脸风霜，把我们磨成这副模样，好久不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是动力火车。这个新的一年今天算是第二天，那这个我们昨天休息了 一整天、啊、这个谢谢严志玲很爱你们，谢谢。那第一首歌演唱这首是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，接下来演唱这首歌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演唱这首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，谢谢。 Hello. 辛苦了。 Hello. 这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向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，我的男人没敢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又痛
么感觉。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美，看见的每一个昨天都有你的美。3月5号要在小巨蛋办演唱会，终于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这个一起过来，对，听我们演唱。那我们在刚阿关讲的一月就正确了，是不是？1月8号，对啦，对，我们1月8号就要正式开麦。对对对，我知道你们是3月唱，但1月8号一月的大事是要先卖票啦。对，要先买到票才能开演唱会嘛，在1月8号的就是中午12点钟。
其实我们不是很中午是吗？是中午12点钟。那我也要问问看，既然这一场演唱会听说是歌迷朋友欠我们的嘛，对不对？从2021然后延期，然后一直到2022年，歌迷朋友们没有欠我们的，不，欠歌迷朋友们，欠他们朋友们，欠歌迷朋友们。吓一跳，对，歌迷朋友们都欠我们的这样子哈。那有没有开始安排说什么样的？内容什么样的桥段，毕竟应该已经在二位的心里头盘算了。我们好好的唱。好好的唱就是最好的安排，是不是？最棒的就是这个。那我问一下，你们上一次有把那个火车头开进小巨蛋，是啊，那这一次2022年你们要开什么啊？我们会在天上飞来飞去。哎呦，如果我们再把火车开进去，那就老梗了。对啊。所以我们绝对会重新要再想想看到底要开什么，绝对会让大家很过瘾。对，有稍微透露一下，我们这次的演唱会因为叫做都是因为爱，对对，所以我们都是因为爱的专辑都是很多的抒情歌，所以我们这次要让大家听个过瘾，动力火车的歌声，所以我们会比较多是以抒情歌为主。对哦，听听你们这些男人深情内敛的情感，有时候会唱一些很摇滚的音乐，音乐很大声，听不到我们的声音，是，但是如果唱一些抒情歌，可能会很清楚。是哦，哎，那志玲最后的20秒，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话？你好像还没有讲话呢。1月8号大家抢票了，拜托拜托。1月8号门票开卖，1月9号周边，是演唱会的周边，对，我们还有周边，周边还有一些我们的商品，像 T 恤。周边讲不好意思了，因为我们的老年人。卖周边商品还蛮怪的。你们有在你们是最棒的 model 啊？我们刚刚穿这个衣服，以为是参加那个诸葛亮的那个。来来来，我们回现场哦，谢谢二位。接下来演唱这首。